21题乘20题，小家在这段期间草操场的平均速率是多少公尺？平均速率是要所谓的路径长除以时间，路径长只管大小不管方向，所以小家一圈跑是400公尺，他跑了3圈，所以总共跑了1200公尺，他花了4分钟，但是呢，因为他题目要的是秒，所以我们要乘以60换成秒，所以是240×1200，所以叫做5。所以呢，小家的速度是每秒呢5公尺。所以第二十一题问我们说，小家这段时间跑操场的平均速率是每秒多少公尺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5。